原标题：走火。6月6日开播呈现热血悬疑的猫鼠游戏《走火》。近日，浙江卫视发布了电视剧《走火》的定档视频和海报。该剧将于6月6日起每天19点30分在浙江卫视中国蓝区产播出。《走火》由李小平执导，李松编剧，于毅、周放、高明瑞、王阳、张浩伦、白兰世苏领衔主演。聚焦青年警察的热血成长，真实呈现了当代青年警员的生活与爱情、挫折与成长，力图打造一部弘扬正能量的热血悬疑刑侦剧。新老戏骨同台飙戏，奋力出击追逐真相警察赵鹏程，七年前在与师傅武雷执行便衣任务时，因意外走火导致武雷被毒贩射杀，这件事成为了赵鹏程多年以来的一个心结。从此他背负上沉重的精神压力，七年如一日执着于揪出幕后凶手。然而走火事件波涛暗涌，引爆一环又一环的谜团，直到新人警察谭阳的到来，二人携手闯过一次次迷雾重重的生死大案，这场猫鼠游戏终于有了新的线索，真相逐渐浮出水面。于毅在剧中饰演性格古怪但睿智犀利的神探赵鹏程一角，为陈世浩这个角色，于毅坚持每日锻炼健身，还专门去学习了拳击。拍摄间隙他和导演多次沟通动作细节，从持枪姿势到微表情都力求精准，敬业态度不言而喻。新生代小花周放此次挑战警花女为一角，作为青年行动组唯一的女生，无论是追捕逃犯还是信息处理能力都巾帼不让，徐米有完美诠释什么叫行走的微表情探测器。新生代演员高明瑞饰演阳光果敢思维敏捷的新人警察谭阳一角，在一次次震撼热血的行动历练和师傅赵鹏程的帮助下，他从一名孤傲冲动的毛头小子成长蜕变成出色干练的警察。走火深度案件剖析人性，且涉及劫匡扶正义。本剧由著名导演李小平倾力执导，他曾操刀产科医生、野鸭子、浮华背后等精品国民大剧，这次通过将我国基层警察的生活搬上荧屏，展现了新时代警察为正义掏洒热血无畏奋斗的骁勇风采，歌颂了他们恪尽职守无私奉献的敬业精神。据悉走火中的案件均改编自真实大案，如贩卖毒品案、黄金大劫案、拐卖儿童案等，透过贴近人们当下生活的社会热点事件，深度剖析人性，力求为观众呈现一部有深度、有厚度、有温度的热血刑侦大作。剧中的主角们面对一次次艰难抉择，仍坚守自我，无愧于肩上勋章的荣光，无愧于捍卫正义的初心，最终收获了成长与心灵救赎。浙江卫视一贯坚持用精品佳作引导受众，走火中所传递的正能量价值观和浓郁的人文关怀与其主题不谋而合。作为聚焦警察题材的现实主义大作，走火将记录下他们真实鲜活无畏危险的热血日常，向观众展现这个群体鲜为人知的艰辛与不易。走火将于6月6日19点30分登陆浙江卫视中国蓝剧场。热血出击，匡扶正义，敬请期待。